完整版视频尽在氪金完整版。各位晚上好，今天是8月14号，也是我们开服的第10天。今天我们一个是有新的活动，另外是要做一下这个转职。来，我们先去商城看一下。哦，有这个158六个，这个158的话，它是使用可以获得这些东西，全部都可以获得。这个东西是不是加战力加的比较多？我不清楚，但我想买一个试试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就买六个。我们先买一个瞧一瞧。好，一个，先使用一下这个战力大礼包。现在是632万，对吧？哎呀，加的确实一般。这是包括了好多昨天打 boss 打的，所以这加了不少。那什么东西才好呢？美洲福袋，它是要充198，我们还差一点。再看一下这个商城，这个28，我们每天充四个吧。为什么要充四个？就看有没有这个好运。也要买一个，看能不能开出这个大奖来。然后福袋开一下，汉兽，哎呀，没有出来。648是更划算。爱情导师卡，哎呀，也没有开出来。然后第三个，好，机械驯鹿，哎呀，没有给。哎，最后的一个机会，剩下之城，好，都没有开出来 ，nice 啊，这东西加太少了。但是我们这个钻石必须要充，不然这个今天只有20000钻石不够花的，各位。因为今天有新的抽奖，然后这个买下，翅膀也好了，这个是450%的，它是橙色助战，佣兵也可以来一个。七夕有人今天在直播，哎呀，七夕有人今天在看这个人的直播，我的天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，哈哈哈哈。这个88的魔武进化也搞一个吧。然后这里我们是有个超级翅膀随机的，对吧？这个东西我们买一个看一看。超级翅膀随机的搞一个，好，幻月蝶鹰加了，我加4万，这个648还是划算的，还是划算的，我们再买一个吧，这翅膀还行，走你648再来一个，又是幻月蝶鹰，这次是可以升星，升星加多少？加的就很少了，只加2万，难受。来试一下，看一下这个两个648能加多少的战力啊？这个加了4万，左边这个呢？这个加8万，那么厉害的，现在开始抽这个奖。来，我擦，这个活动将在24小时之后关闭。那这两天充值是非常划算的呀！我给了个私人星翠 ，nice； 烟花抽奖券 ，nice； 我泰坦的恩赐，随机获得一个副手或者腰带的泰坦石，这个那么牛的，这个好给力啊 ！nice， 魔能晶晶，恩赐好的，那肯定，因为那个泰坦石开不一定能开出那个东西很难开的。这儿再抽2次，粉丝法钻再来一次。好，森星碎留着，粉丝法钻自选留着。这里，哎，今天又抽了60次，这又重置了呀！我擦，这个是应该要搞到80次的。他到时候又可以自选一个这个东西。昨天我们选了一个7，一个10，选了一个10，对吧？今天再选一个7，不就完事了，对吧？今天我们再抽点钱吧。超级翅膀又给个幻月蝶鹰，怎么都是这个？应该给个别的呀。先升级，先升战力加4万，再升一次，再加13000。哇塞，不行啊！激活千万零一还不够，现在千万零一一次激活至少要2个才够了。感觉故意坑我的，管他坑不坑，来直接把抽奖拉满，对吧？烟花抽奖券来了，四人的神奥精粹，哎呀，这次不行，好，最后一次，对吧？嘿。这东西来了，圣灵大奖。昨天我们是选了第10个，今天选这个第7个，就会喷东西的希冀之翼。哇塞 ，nice！ 来使用一下，获得新的外观希冀之翼。哎呀，这个还行吧，加了4万战力，还不错。这里今天有一个烟花的活动，来我们抽试一只啊。这个是8折买烟花对吧？我们先买个99，来看一下。哇，给了一个，这个大奖不就来了吗？来了一个。另外的给了什么？灵鹰之遥，激活一下，穿上这个翅膀加54000，这个翅膀太没有存在感了。你看，要放的很大很大才能看到。再来买一下吧，99个烟花放一下。我的心碎3个，没有给大奖，就这，你逗我玩呢？再花点钱，再花600块，买一下。哎呀，给了一个大奖，哇，这个翅膀 nice， 起源之影。就还差一个什么？就还差一个这个，再抽一下。这上面右边好多东西可以领了，出入奖券好多好多，好多呀。然后现在是，300次了。我们今天先抽到320次，之后2天再慢慢搞。这个我们就分2天来做完。好，烟花买完了，好，给了一个启示录，再来领取一下这个随机金丹。这云购的话，其实就是投注，我们投注个30块钱，对吧？买几个号码，
看这个获奖号码是右边这个，幸运大奖是这个圣光惩戒。这个大奖的话，其实试一试吧。我看三块钱一个，这里还差1200块钱，不对，三块钱一个，差900块钱。当天剩余分数是2888的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大奖还没有开出来，买下，看一下我这运气，7001。哎，我直接抽到这个大奖了，可以了。哇塞，我运气是真的好。好，再看一下别的宝物，翅膀，加3万，这个加多少？加7万，这个再来加25000。好，马上700万。装备的话，来铸魂，刚刚又开了一些，然后又抽了一些，现在是可以做事情了。要搞就搞这个，对吧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哎，灵魂星宿要5个，我擦，这个要的也太多了。好，707万了，这个加的是真多。坐骑，我们今天要升阶，升到14阶。期间转职我忘了，你看我在忙着呀，还没来得及，抱歉。15阶，哎呀，差了一点。15阶是一条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楼，巨大到变态的。这儿722万了，然后左边再使用，直接加多少万？加11万啊！因为刚刚兑换了很多这个古龙之心，所以加了特别的多。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交易，魔灵星翠，哎呀，19块7个，这个拉满，别客气啊。我们先收点这个装备吧。这里反正，6阶的4块钱我都要了。骑士之剑、护腿，这都是6阶的。胸甲购买，头盔、胸甲，我擦，还有人搞了40块钱，真当土豪有钱。红二的话，等等，长靴，所以这个游戏还是挺需要这个养福大佬的。这儿在搞，我们这个装备好像买的有点多。接下来是先买有心的，这个红色的应该可以的，红色一个顶5个呢。来购买一个，这边还有吗？启示之杖18块钱，20块钱以内我就买了。启示之书、启示十字19块也买了。钻石只剩6000了，好，而且这个里面花的这个钻石不算消耗的。来，我们去搞点事情。来，邮件领取了。好，飓风胸甲，飓风搞一个，穿一下 ，nice， 加了15000，可以和3星了。来，飓风长靴，对吧？这种2星都可以和。哇塞，20个2星的，相当是花80块钱，哇，加5万，牛的牛的牛的。这儿再加一下护肩，再加2万，衣服4个红的就可以和了，就80块钱加1星嘛，44000 ，nice。只差最后一个这个飓风头盔，我们明天搞一下就行了。